南永康站外大大区间车车票上头印着长长久久永保安康限量珍藏纪念车票，没错，台南知名的永保安康车票又要开卖了，这回冲着双十一限量车票。你好，还没开卖已经先轰动，不少人来询问。这回永保安康车票111年11月11号7个10号千年难得一遇，8号开始预购，一人限购20张，一天车站最多卖12500张，只卖4天总共50000张。因为只有一次，以后都不会再有，就感觉蛮有纪念意义。会，就是买给朋友这样，因为也很久没有坐火车。千年一遇7个1永保安康设计了心中唯一戳章，在爱情上象征一唱一和一辈子，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还能招财。7个1谐音7个亿的吉祥寓意，可以搭乘我们的火车，这样也比较不会说车子停在红线都被可能被拖掉。担心当天人潮大爆满，台铁建议民众可以搭火车来，顺便结合当地旅游。永保安康车票7个1限量版，1000年只有一次，铁道迷们已经摩拳擦掌。记者雷文章、王书宏台南报道。我是陈志根，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督促我报道真相。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